冷了，戴上了，瘦了，都感冒了。人说你有五角星啊，我没有。慢慢的发给你。啊，他没发现我。雷锋那么长时间走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的名声还在外。不过他是精神到现在还在呀。对。现在大。精神在。好多还在学雷锋嘛。他有的连雷锋的长什么样还不知道。嗯。现在年轻的哪知道？是不是？为人民服务。一颗螺丝钉，是不是？雷锋精神永传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没给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了钱了。你要什么钱还打了？赶紧急了，我下来了。快回来！快五点了吧？不早了。我好久回来。你看见有什么变化了？我什么变化呀？喝多少钱？喝了一勺，一勺多点，一勺半。多放点吗？放那么多了吗？五味啊！歇菜。妈，这干嘛？给我送碗来了。啊。那碗筷撇撇的，你非得那么立着？那啪！你跟郑智化唱歌似的，呱呱有点高。对呀、啊，这不会走了，你看这是四条腿儿，三条腿。他这有一米六五。一米六五。一米六五高了吗？高，不高？你有一米六五。哎，老王回来吃饭，说你出戴着帽子，你出去了是吧？啊，出去给我买吃的去了。买点啥吃啊？回来他要吃米线，还有俩鸡腿。哎，挺牛啊！现在想吃啥吃，是一声门不敢动。那是必须的。还得来俩鸡腿。还吃肉呢？嗯，我想抽回去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这人就这样，到哪都是随我便的吗？那有。你墙哪贴着呢？不是你说我出去玩能走多远？就这样缺了吧唧的。哎呀妈，你远点走，有多远你走多远。不是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接我去。我接，我说啥都不接你。关键是啊，关键你接上楼怎么了啊？不是你们不耍无赖吗？他不给你打电话，他嘣一下给我打电话，吓得我这个心这个蹦啊，出门打车就跑，付车呗。火车费一万块，几万块，一万块。那你现在等着，拿一毛钱，从那包里拿一毛钱。有一分的，有一分的。你看，我说拿一毛，我有一分的两半儿。我给你拿着去。得了，你得，我就这么拿着就行。忘了是吧？啊，我丢了，好要，慢点啊，先生。一间屋子半间炕，你说你多少屋子来拆？咱这个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这么多年了，有这么多客户，想着反正就是要有合适的呢，就开一个店，就不想在外头。要风这么大，来的时候最没什么。那时候来的时候没地方住，吃饭的困难。你像咱们这个出来又不能偷又不能抢，所以就像那个早上那个做早点的，给人家去帮帮忙，忙一口吃的，你别要人家钱了，是吧？
罪名少受，刚出来的时候。我说，像这次故事，我对跟我儿子都说过。我说我刚出来的时候，我说你们这十几岁，什么罪都没受过。我说我受了多少罪？刚改革开放，像我们那时候刚出来，你不认识人，你在外头跑，说实在的，都是靠你自己。前苦后甜，是吧？北京还没下火车的时候啊，火车上那个旅客那个广播员就说北京是文明城市，到那你一定要说普通话，就说了一句，我然后就下车了，就到北京来了。我是1997年来的，刚来我头一天到北京，在这剃头，在三角林那边，头一天来都没开张，还看我们这乡下的，还有一个有点歧视。再说我干了一个月吧，刚开始来剪头，他说有的人同行在讲说他剃的是农村，哎，或者这边干边学改的，再按照北京的形式啊，都一样，都是为了吃呗，为了张嘴，为了家，就这，南来北往的，哪儿挣钱奔哪儿去，哎，我挂了，咱俩不都没挂。我说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什么？咱们都说都是要饭。哎，我一算，这比我爱多，他可是要饭的。你今天在哪儿桥墩底下睡的？我。嗯。还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。我一直这没走弯，我不胡说八道。嘿嘿嘿嘿。头发点啊？啊，金木吹的吧？你是当地的吧？对，我就是当地的。你当地怎么？当地跑外头住来了啊？谁打了一下啊？在大哥呀？接你上哪儿啊？医院了。那是有病上医院，没病呢，嗝屁了呢，上他妈火葬场。我死不了。你多大岁数了？50几啊？你比我大。那当然了。你有60？嗯，没60过了。60几了？61，虚岁62。你比我大6岁。你这给你民政局给你多少钱？580块钱。那你这580块钱怎么因为给你啊？因为什么给你？凭什么呀？啊，凭什么给我呀？你属于最低生活困难户了。对呀，膀大腰粗的凭什么要给你？怎么不给我啊？那就给咱们屋就是为什么要给你？你就这手别拿了，我他妈趁什么火不抽烟，几级抽烟呢？2级。你看他刮胡子给钱了吗？经常的。他没吃没喝，你咋说呀？他有钱你就要着吧，没钱就算了呗。
歇会儿。完了，这样还不听话？那看家嘛，护院嘛。还没叫，不错。是走笼子，咱们。嗯。走笼子。大笼。大笼。大笼。龙太子。嗯。太子。我们家现在是大户人家，十二口，大闺女家四口，二闺女三口，我们家这儿子三口，叫我们老两口，一共十二口。别家了，别家了，我就吃不下了。要五顶吗？是啊。今天上学了没有啊？嗯。上了吗？嗯。老师教舞蹈了没有啊？嗯。他那个学校，那个、学舞蹈班，老师可喜欢他了。现在长大了也挺好玩，我们那小孙子再过几年也好玩了。他从小就在这儿，我其实，他上学的时候就在这儿。就是我妈在老家。他在老家上学。十来年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十六年了。他十岁嘛，在老家十岁。他那时候就十岁。十六年了有。嗯。理发在这理发。现在二十五岁，还有那还是做买卖。他就是就赶不上了，第三次你了，第四次了已经。你看我这头发好吧？我们家妈上理发店搞造型的，不要老头剃的。你发箍好不让我绕啊？什么呀？没道理，没道理啊！你这是的。让他回家吃，让他回家吃。回家没得吃，我就不管他。那你挨着呀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我不吃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老娘，你儿子不吃饭？你那儿在照。他就是不吃饭，在这看人多，在这不吃饭的。为什么不吃？啊，你打什么东西？啊？酒盆子的。滚出去！走去！滚出去！叫你别王德斌。怎么是找人没事找事儿？王德斌，起来！我谁不打不肉？走去！你他妈，你个神经病！拿一块钱。你神经病！过来。
不行啊，那咋咋不行呢？滚蛋！都要不到你哭。神经大条，别在嘴上圈，你神经病吗？我倒没他。在这走着。我碰没碰他？都怪。推动是吧？他从小在家怎么着呢？爸爸不依，妈妈肯定依；妈妈不依，我们肯定依。不管什么事都是这样，所以就有点惯坏了。完了，他舅舅的性格也特别那什么，他老觉着这孩子没有一个人管肯定不行，他老抱着这种思想，有的时候可能有点。不是因为俺在老家县城买的房子，贷款还差点，我这一辈子没欠过人钱，还着急媳妇干活呢。那我们呢？干活交房租，我们这些能帮不住这些。再说我们这爹才五十多岁，还能干不成情况下就不干了。那我有本事，我给他房子买了，他不用证明就行。那钱不要的吗？不要证明。那钱不要的吗？明天把你没啊？明天能力。钱不要的。明天能力。我把他房子买了，像你家那么大。十四岁，你把房买了。那你儿子大了，你儿子自己有是挣钱有那个啥，他再什么，你再这么就实在讲什么话，你的儿子要小，你把那边子房有没有？你那单亲，你两口子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一年挣多少钱？你又算算。一两口子。我再不带你五月不算，我就不要我算，你自己算去。我自己算的，你们要我两口花钱，你们要花算挣钱，那花钱不是不是啊？你那花钱，你除非。你不要放暑假，你儿子来花两千，你那里舍得花钱吗？你儿子来买水果舍得花钱，你那里花钱？我媳妇原来是她到村里弄回来，我上人家回来再给她做饭，挣一点就行了。吃了完孩子，我们家闺女回来吃饭的，车店儿子回来也是吃饭，就是菜，到晚不住家里，我家里小房子小，她住公司里嘛。儿子不好，儿子来干还不是？那晚挺想收拾他的，能等着了就不是了。要么三个小孩子，就每年肺炎就好好肺炎嘛。我老大的子女在上海，在上海等四年。你要四年，每年就好几万块钱，每年就好几万块钱。你像你都要给他那贵啊，那子女们就反不怎么入情。在外面你就这样说这边你没办法，房子太小了。你看我们老家那个，给不用我在我们老家，我们家县城那个房子，我的卫生间都比这大。你看我们家那是大房子，在家里，我们家孩子出来给我们打电话，洗澡洗水烫着话难受死了。我们在这还没水洗，到澡堂里面洗。回老家的大电视。看有那个亮电视的，你看了节目，你看回来把它返回的能重新再看，它来数字的。我上次不讲，我回老家，我媳妇打电话我说我不想去了，我要去一下咱家了，那你等家吃什么啊？不要钱了，差这么多钱你不干回去去了，家里都真舒服，都没来病，没来山过水秀，山清水秀，没来自放又好，环境又好，北京污染太大。安徽合肥来，零下6度过，等多冷，亲戚过我们家呀，就没有比零下这么冷的。过年我们家现在还冷，那洗澡冷。昨天好，新年好。干嘛在这儿？哎，您坐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您新年好啊！好了，谢谢您。开门大吉。十年了，好，最暖和的一个元旦，还没怎么又一年。人生在世，光荣如飞啊！咱也就是您这一挂就过来了，二十个年头了。杨一辉，一生一天过去了好。二十年怎么换了？从他妈年轻干老了。好了，年轻时候刚毕业的时候都心气高着呢，慢慢都化成泡影了。也就是这个命，大钱挣不着，小钱天天有。
那个头理好了，跟画画似的，哎，画好就得了，知足了，走吧。从安徽农村跑到这儿来，自己知足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把儿子他一代一代的在这儿生根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儿子拿着身份证，他是北京户口，这就挺满意的。人晃来晃去，不都是想往城里跑吗？来，请坐。咱们往后，来，都往后退两步。哎，这俩，这俩时候得让谁摆平？好，来，哎。没事啊，没事。来点钳子啊，来点钳子，自然一点。来，石猴，您再往里凑凑。来，哎，好嘞。来来来来来。好，来，都看我啊！一、二、三。